应该是波比。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어려운일없어哎呀，其实打波尔比应该带多兰顿的啊，带错装备了。咋打野呀？包女儿。不是包女儿来了吧？这啊？包女儿来没来呀？这包女儿啊？包女儿也没来。哎，我操，这里头有眼儿！哎呀，我寻饼干马上给我了，我等个饼干。哎呀，我的天哪，这里头怎么会有个眼儿来着？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啥地儿放的来着？我给忘记了。每回这兵线吧，杀完人老进不了塔，就挺讨厌的，你知道吗？一杀完人呢，这兵线就卡着；一杀完人呢，这兵线就卡着。来，我们去中路，这波看看能不能收个齐亚娜啊！差点进。帮他把线控一手。
卡特兵线不错。처치했습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哎呀，好鸡巴烦，有点难打了。他有远程耗血技能，我没有。而且这波我没升六，他升六了。他不怕瞎子啊？他怕不怕瞎子也没什么办法，主要是第二波那兵线太亏了，你知道吧？他线儿呢总在他前面，我呢又不好回，我一回呢，这有点打不动了，稍微。为什么这样交 Q 啊？推过去，把他推过去。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실수에서배우는법이지적이학살중입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
처치했습니다. 不用回家，其实这波。回家吧。其实如果推线快的话，再推一波也行。不玩了是吧？就每回都这样式的，就搁塔下就这样玩。干嘛呀？这塔皮要不要过去直接吃他一手？56秒大，感觉猴打不了波比，不是猴打不了波比，是波比吧？他这个英雄是跟你耗的，不能去了，这波不去了，赶紧回上路。我没有大招打的，肯定比较费劲。我们得有大打的才能行。不回了，啥呀这是？没事，这波不亏。我如果回去，他俩杀不了的，你知道吧？我如果不回这一波，他俩还能杀得了，挺好。
我们经济最大化，这波不亏。我要回家，他俩肯定杀不了，他俩全部都在上面杀，他是肯定是不行的。还能拆个上塔，哎，这波血赚。OK。吃个经验啊！其实刚那波挺耽误我事儿，我说实话。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耽误我吃兵了。让他回家。正好他回家，我们把下塔拆了。W 就不放了，防止被他单杀了。下路兵他们得来人守，我们直接回去。太装逼了，这人，咱也不知道他装个啥，你说。太能装了，哎呦，就感觉就是这塔是他们家的，你知道吧？这人不杀，实在是不太，都过有点过意不去，我的天哪！往我身上一惹了闷儿。谁的金身？算了吧，别打了，我也没有大，瞎的大招也没好，你这打这有什么好打的？哎呀，我可以打兄弟们，先溜一走，不急啊。我打个屁呀！我就知道他打不了。那一这往人脸上穿，别这么打呀！感觉俺们家这几个人吧，都挺厉害的，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不是说想赢，你知道吗？他们想玩游戏，他们不想赢，他们只想着玩儿，也可以。
함께 하시게. 打中皇帝了，你瞅那异队们，你看他们，你瞅他们，他根本他就不想赢，你知道吧？他就想玩游戏。越塔往人脸上穿，你知道吗？越了个塔呀，往人脸上穿呐！虽然打不死人，但是秀了。我都不敢抢他们兵，我一抢他们兵，我怕他们生气再挂机了，真的。怎么死的？干嘛呀？这是不是可以不打了？我感觉。告我也没有啥用啊，这感觉你这不都收了吗？这哎呦，点燃，哎，奶师完了，点燃点死了，哎呦，奶师这波血钻，没想到变成血钻了，可以接受啊。哎呀，从一波血亏变成血钻了。对面那波比啊，对面那波比肯定是含一波。哎呀，我都跟他对三四回线了，指定是这人，你知道吗？就除了他就没有这么玩的。他就一整呢，他整点优势，他就开始在你塔后边，哎，就开始撇你一下了 ，Q 你一下了。你说你是收兵啊，你还是打他呀？这 EZ 怎么回事？暴毙了。来，六六六六六，有没有杀俺的杀忒拉比？我先溜了，兄弟。你看，这就害怕他们投降，你知道吧？吃点水果。EZ 如果稍微稳一点，其实还是能打的。
只不过就一条大龙，问题并不大。一个龙他们家其实没啥太大的用处。大龙拿下来了，对面也是短手阵容，只要这个 EJ 他好好的玩就行。支援过来，血波可以打啊，没事，不行咱俩就杀万豪对吧，反正万豪也跑不了。才兄弟，给我一个人头呗，给一个人头就行，咱不要多，一个人头行不行。就给一个就行，我本以为他想让我一个人头，没想到啊。哎呀，全是助攻啊！给俩人头，咱能上前排搅一搅，也还可以，你知道吧？不给人头的话，我看看出点啥装备啊？这样吧，一个红宝石，再来一个小秒表。下波主杀亚索、齐亚娜跟包女。其实杀包女能好一点，因为包女这个英雄呢，不是那么很稳定，万一扎着我们家 EJ 了，他秀不起来，知道吗？来。踢他回去啊，为什么不踢他回去啊？来先杀这个，再杀亚索，要的呀，最后杀这个万豪。你看其实只要 EJ 不死啊，会玩的其实都是很好打的。这团战打起来那包女儿没有什么用。